期内拍换轴视频啊。换轴视频的话，把这两个螺丝卸掉，然后换成这种大的这种卡槽这种。然后换这个大的卡槽这个，然后这个螺旋轴四个螺丝卸掉，现在我们换的是这个是76/52通用的，跟152通用的。对，所以我在这拍这个说解说一下，右摇一般英文密客户。现在套这个是76的，跟76的，然后套这个，然后卡槽，对，卡槽固定，两个螺丝固定，就 OK 了。对，只有你能够数大概这个操作完就行了，让客户知道怎么操作就行了。然后如果是152的话，把这个搞掉。如果152就是那个用。这个套，哎，这个不用换吧？要换的。哦，这个要换的。嗯。一种一个规格嘛，你的大人嘛。还有一个是吧？现在换152的啊，那个卡槽这个卡槽不一样，规格不一样，卡槽不太一样。152了不需要拖是吧？要不要152了不需要这个那个卡槽吗？要的，要是吧？嗯，我是换这个情况下卡槽了嘛，随便再换换。不会换了，换的这个套是这样套的。OK。好。然后这个是锁死，是不是有个盖子锁死的？嗯，螺丝没有。拿下来一下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停一下。好，有螺丝，后面螺丝需要顶死。嗯，好。